二爹，我来了，我弄久没来，你想我没有？耶，是吧？这你咋来了？是看我找你耍的嘛。哎呦，还给我买点东西啊，想得周到。我日妈，上班干活了去喽。我日妈干活，你屋头耍片片啊？你谈得脏，你二爹是那种人不了嘛？我觉得差不多。哎，馒头，你洗好不？管的不干不净，吃没病。今天你一下想起啥呢？思考过来找你耍呀。嗯。你们想不想我二娃子？三年前的时候小学毕业，三年后现在是初中毕业了。这个暑假没得就没兄弟。你就可以随便耍了，对吧？那安逸。我给你倒杯水哈。不好意思，你弄多工作。二娃子啊，喝白开水嘛，还是喝点你二妈弄的这个柠檬水哟，吃点这个嘛，要不？你这吃得不？你咋？咋吃不了？你二妈弄的，你开玩笑。你说给啥子？我怕我吃得打表情。为啥子？穷。你就看得进社会是不？都结婚了。大胆一点嘛，岁数大了，你年纪都大了不得。是呀，反正来三七二七。算了，二爹你不要带了，我有点怕。你是不要？不要，我或者开学就是。好嘛呀，你不领情，人家二妈写的嘛，兄弟，我这人家二妈都在弄生的，你看不上，你吃不起啊。二爹，你难口，想到魔性弄个茶。这哪里是魔性哦？哎，你小伙儿，这是这个香蕉长得有点憨哦。哎，这个是双胞胎是吧？这。对吧？你当然是一个一半。你一下吃嘛，二娃子。嗯。下次家姐来叫晚饭吃再走噻，这我送你。你安排。那你真跟猪脚干要不嘛？你看到我腿的粗，那种猪脚我尝。哎，我骗了你，想些啥子？你脚干有好处嘛？你看嘛，猪脚长肿了嘛？嗯。那市长你跟着，不管谁拿个猪脚干吃，你脚干不得长啊？嗯，稍后我想到去捡东西。二娃子，啊，猪脚干我也开惯了，你想咋个吃？你咋弄我就咋吃，你不弄啊，我就走了。你咋走的？哎呀，你说的你二弟我是真的好可怜，一个猪脚干还是舍得的，最起码这个暑假嘛，再让你再长个十来斤嘛。算了，多了点。有凉嘛嘛，只要天气凉嘛，弄你胖矮一点。要的啊，你帮我扫货啊。啊，不要弄大了。要的。葱姜，收起来。洗一下，下锅。多凉来一把。再来一把盐巴，来两片儿干花椒，尝的。我那么大一根猪脚干，一撸出来就得弄一点了。现在放冷了，那切记。哎呦，怕了怕了，猪蹄子那切记。OK。一盆盆二娃子快点来端菜吃饭了。来二娃子，二弟想你整个橘子门。我背呀。咋管没整女朋友。还没整女朋友。不是才没两个。差不多。你不是在屋去了。就是。你要入钱。你们两个娃是搞例子不啊是。是啊，都在那儿同学是什么都在那儿女同学。这儿娃子腼腆了。这咋个回事啊？青春期了是吧？你这一晃就三年了，毕业了。那会儿跟我们那带队的时候还是小学毕业，只要初中毕业了。二弟弄的还是好吃哈，好吃不？好吃还是好吃，但是觉得还是没二妈弄的好吃。嗯，还是一屋就往里会说话。因为看你二妈弄的球，哎呀，你娃儿不懂事。二弟，快来，不要慌我，他来弄，我不弄。好吧，哎，活着你咋老是喊你二妈干嘿？喊他干啥？他想弄，想吃二妈弄的是吧？嗯，有点吃怂我。要的啊，让我先给看看你两个妹妹，还有个弟弟。啊，你去不？你去就去。
呵